你就是唐三？是我。就是你说你们斗罗英雄比我们奥托英雄厉害？这是事实。小子挺狂啊，我们同作为英雄人物本应该和平共处，就因为你们现在到处散播这番言论，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性的地位越来越差。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我的朋友会来救我的。小五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盼着你凉了他们称霸呢，怎么可能来救你？只有我对你是真爱。你们三个一起上吧。小五，闹着玩呢。滚！就这战斗力还敢跟我们 battle， 给我打！哎，你们这些笨蛋，这样的办法根本伤害不到我们。哦，我们斗罗英雄都是凭武魂的，唐三有一个昊天锤武魂，你们在他面前展示锤子砸核桃才能毁灭他的信念呢。小五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没有瞎说啊，这是武魂殿的规矩嘛。哈哈哈，真是个猪队友。唐三你还好吧？小五，我恨你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关注一下呗。